恭请。佛说八吉祥神咒经，恭请。佛说八吉祥神咒经，恭请。佛说八吉祥神咒经。水相赞，先天真水，净洗灵台，杨枝一滴洒尘埃，涤秽消灾，香焚宝鼎，气达先天，微光选鹤皆祥烟，降见此心前，释迦如来，牟尼世尊宝告，至心归命礼，东华教主，西域圣师，弃皇宫之富贵，爱雪岭之清高，炼成摩尼珠，光照大千世界，尊居兜率地，得披亿万生灵，大法东披，无不精修波罗蜜，梵呗西来，贤之皈依无上道，登传万世，佛日常辉，法纪千秋，黄土巩固，三界大师，四生慈父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释迦牟尼古佛，慈悲广化天尊。佛说八吉祥神咒经，本卷文如是。一时，佛在罗月止其蛇绝山中，与1250比丘聚，菩萨千人，皆弥勒等。佛告贤者舍利弗，及诸比丘，皆一心听。佛告贤者舍利弗，东方去世一恒沙，有佛名，安隐竹雷满，具足王如来，至真，无所着，最正觉。今现在说法，其世界名曰满所愿具，去世二恒沙，有佛名，干琉璃，具足王如来，无所着，最正觉。今现在说法，其世界名曰慈哀光明，去世三恒沙，有佛名，劝助众善，具足王如来，无所着，最正觉。今现在说法，其世界名曰欢喜快乐，去世四恒沙，有佛名曰无忧得，具足王如来，无所着，最正觉。今现在说法，其世界名曰一切乐入，去世五恒沙，有佛名，药师，具足王如来，无所着，最正觉。今现在说法，其世界名曰满一切真宝法，去世六恒沙，有佛名曰莲华，具足王如来，无所着，最正觉。今现在说法，其世界名曰满香明文，去世七恒沙，有佛名，算则和会，具足王如来，无所着，最正觉。今现在说法，其世界名曰一切解说，因生远闻，去世八恒沙，有佛名，解散一切缚，具足王如来，无所着，最正觉。今现在说法，其世界名曰一切解脱。佛告贤者舍利弗，此诸佛如来，无所着，过四道不受，最正觉。其国土清净，无五浊，无爱欲，无异垢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此八佛，即国土名，受持奉行奉诵，广为他人解说其义者，终不愚痴，口之所言，无有失误，相好具足，无所缺减，无殃数年，不为法少，世人中不堕泰山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中也，世人中不忘取罗汉，辟之佛道，
而班尼还，必当歹德，无上平等之道，常欲陀林尼，常行菩萨道，得功德无量，第一四天王，常永护之，不为县官所拘禄，不为盗贼所重伤，不为天龙鬼神所触扰，月叉鬼神，古道鬼神，若人若非人，皆不能害杀，得其便也，除其宿命不请。若有疾病，水火污名噩梦诸魔所扰，恐怖一毛数十，常当独视。八吉祥神咒经咒之，即得除欲。是时佛说偈言，若有持是经，八佛国土名，不堕三恶处，即得无上道，自觉发道矣。见佛即开解，中外常欢喜，供养心恭敬，一劫阿僧止，行恶悉消除，持是八吉祥，速得明解教，共是是经者，千叶花中生，珍宝为其出，色相好无上，人闻是尊经，尊敬信悦者，奉持奉诵读，清净无放逸，女人信是经，敬慎无余产，弃女为男子，聪明常侠慧，奉持八佛名，出入贼不害，刀兵水火毒，诸邪不能干，爱乐奉是经，诸魔不得变，鬼神诸官属，无能扰乱者，飞行道诸刹，所在大丰乐，心意正无邪，见佛大欢喜，所生常遇佛，等心奉事之，一切众恶除，即得泥还道，精进无懈怠，去离诸缘浊，为人普直如，奉持八佛名，勇猛降众魔，其力如金刚，端正向好具，一切莫能当，不失无千贪，聚一万家生，盗贼及怨家，自然皆消除，疾病现官事，污名诸恶梦，持是八佛名，咒之即除欲，奉持是经者，弥勒菩萨等，第一四天王，常供永护之，所愿皆可得，永悦大欢喜，一心信悦者，福德亦如是。尔时，诸菩萨、佛陀和菩萨、罗连那杰菩萨、乔约都菩萨、那罗达菩萨、须身弥菩萨、摩诃须和萨和菩萨、因支达菩萨、和轮调菩萨，是八人，求道以来，无央数劫，于今未取佛愿言，是十方天下人民皆得佛道，若有积极，皆当呼我八人名字，即得解脱，受命欲终时，我八人便当飞往迎逆之诸菩萨弥勒等，第一四天王，皆薄佛言，吾当永护持八吉祥神咒经者，与我并立，令诸疾病皆得除愈。佛说经已，舍利弗、弥勒菩萨及诸比丘、天龙鬼神、阿须伦王皆大欢喜悦闻佛说八吉祥神咒经中。